江北到江东，出烟啼几家愁。悠悠天地风雨数光阴，青灯照千里，雁儿百转几多秋。清风升起林霭，吹送牡兰开。你爱是春悄悄的泪，这一生春风化雨，掩你伤你看，你又开始吃咸醋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哪样？你说来听听啊。这钱是我给孩子的，这不捡来的孩子吗？你都知道这么上心？不是，这还……说话呀，舌头短了。爱萍，你看这孩子，是我们在农场的时候一起捡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农场的时候看着他长大的。人现在回城了，白哥自己把孩子给领过来了。我们不是也想帮白哥分担一下压力吗？白哥本来就挺困难的，我们这也是帮孩子，是不是？帮孩子是帮他吧？把我当傻子。爱萍，对不起啊，这个钱呢的确是我跟建华借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没告诉你。你放心吧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那以前的呢？别以为我心里没数。你这一完没完呢？以前的钱我会慢慢还你们的。那个白哥，别往心里去啊，回头这事儿我给他说清楚。就出来，以前的我心里也有数。你给我过来。哎呀，干嘛呀？你别拉拉扯扯的。王爱萍，你有完没完呢？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你怎么老捣乱呢？我就是给人白哥一点钱，帮帮人家，你干嘛呀？你这是？你要想给他钱，你就光明正大的给，干嘛偷偷摸摸的？我没光明正大给吗？我光明正大给，不知道让你给没收了吗？你心里有鬼。我心里有什么鬼啊？我心里有什么鬼？我帮人，我心里能有什么鬼？谁心里有鬼，谁知道？反正从今以后，我要对家里的钱实行管制，绝不能再给白哥一分钱。上有政策，我下有对策。你说什么？好了，别吵了，回家吧。走。嗯。咱吃什么好吃的去？我们是妇联单位的，如果孩子是收养的，请你把民政部门的收养证明带来，我们就接收你。同志，就不能再通融一下吗？实在不行，上面就这么规定的。随芳啊，咱们车间呢，需要生产组长和生活管理员。你们两个接受过下乡锻炼，进厂以后啊表现不错，我打算任用你们俩。你们俩有什么想法呀？主任，我没有想法，我一切听从主任的安排。啊，对，我那个当过团的小组长，我有组织能力。建华呀，你什么意思啊？
主任，我能力有限，我怕我做不好这个工作。林建华，您在学校当过班长，你就当生产组长；崔芳，你当生活管理员。主任，我觉得李建华不能当生产组长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做事不负责任。他为什么不负责任啊？我们插队的时候，他跟一个女知青领养了一个孩子，后来他把这个孩子完全推给了那个女知青，他根本就不管了。 我觉得特别不负责。什么？建华，有这回事吗？主任，我插队的时候是跟知青战友收养过一个孩子，但是那孩子是捡来的。主任，那个孩子来历不明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哦，这事儿我必须搞清楚。你能把那个女知青给我带来看看吗？ 主任，我不想当什么组长，我觉得这事儿跟我工作也没关系，您还别操这个心了。难道你们真有问题啊？不敢带他来见我？不是，主任，我干嘛？哎，等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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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打。 那个，你打完我之后啊，不光生产组长没了，连工作都没了。小人，长得就是一副欠揍的样子。哼，我这长相就是我的护身符。哼。什么？让我去你们厂里？我不去。这。 这事弄得满城风雨的，对你跟我的影响都不好。当然不能去。你说这事儿跟我工作有什么关系？可这科研主任吧，他就讨厌，他就盯上这事儿了。那我也不能去。你说你们厂子里的事儿，扯上孩子干什么？都怪这个崔芳，还多嘴，俩字儿欠揍。这样吧。 行，你放心吧，我会说的。那行，你快忙吧，我先走了。嗯，主任，我不跟您说了吗？我不想当这个什么组长，再说这件事跟人白鸽也没关系，人白鸽天天带着孩子，人来不了咱们厂里头。什么？不会是不敢见我吧？这有什么敢见不敢见的呢？主任，您说我要真跟白鸽有点什么事儿，这孩子要真是我们的，那我们干嘛不结婚呢？是不是？我们各自都是独身。有道理，那你先回去吧。啊，行。 主任，那我忙去了啊。屁股来，洋洋。你是白鸽吧？哦，我是，您是？我是李建华的车间主任。哦，主任啊，您好，您好，请坐，请坐，快快快，坐坐坐。听说你抚养个孩子，给你带两袋奶粉。哎呦，主任您太客气了，您稍等一下，我收拾一下。好好好。 好好，谢谢，不用忙了。好，你看，您还送什么奶粉呢？我这可不敢当，我跟你们工厂又没有什么关系。你不跟李建华有关系吗？听说你们在农场收养着孩子，后来又改由你自己抚养。啊，主任啊，不完全是这样的。这个孩子呢，是我捡的，当时本来想着给他找他的亲生父母，结果就一直没找到，那我。 养着养着又养出感情来了，我想我这回成了，总不能把孩子扔在农场吧，所以呀，就给带回来了。嗯，这个孩子啊，现在跟我姓，叫白杨，他呀跟李建华可没有半点关系啊。那就好。不过一个姑娘独自抚养一个孩子，你还挺有胆量的。哎呀。
主任，不瞒您说，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。你现在要想什么困难呢？那也都来不及了，只能一步一步往前走了。那亏了呢，建华一直帮助我跟孩子。建华的人啊，真的不错，是个大好人。哦，那你为什么坚持要收养这个孩子呢？孩子生下来没多久，父母就都不在了，我真的是可怜可怜这个孩子，心疼他，所以就一直养到今天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你带个孩子不上班吗？啊，主任啊，我现在没有工作。那你经济来源呢？我现在只能靠我妈学校的一点补贴，还有就是建华的帮助。你也太困难了。这样吧，我倒可以帮帮你。现在到夏季了，车间里也没有风扇，你可以每天熬一锅绿豆粥，送到车间里头给工人们解解暑，可以给点补助嘛。哎呀，主任，那太谢谢您了。您放心，这个活儿我一定能干好。我也给孩子尽尽力，拿着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主任，这个钱我不能要啊。大哥，你必须收下。李建华都可以帮助你，我为什么不能帮助你？这钱不是给你的，是给孩子的。那我也不能要，主任。收下。主任，谢谢主任，您慢走啊。哎，主任，主任，我都跟您说了多少回了，我不想当什么组长，您怎么还是找回来了呀？建华，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你是个好同志啊，去忙去吧。哎。没难为你吧？没事儿，我跟你们主任啊，把情况都说清楚了。人挺好的，给洋洋买了两袋奶粉，走的时候非得留10块钱。那就好。哎呀，大哥，又麻烦你一回。没事儿，踏实上班去吧。哎，洋洋还好吧？好着呢，在里边玩呢。那我会尽快想办法把这事解决的。行，上班去吧。行，那我走了。好嘞。你看，换组长了，是，走吧，走吧。哟呵，李建华升组长了，嗯，崔放，生活管理员。嗯，哎，崔放，这下你可和李建华分出高低了，人家是长，你是员。哎，你俩一起插大队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俩要拉开一段距离喽。你俩懂个屁啊！我的目标是主任，是厂长。哟，没看出来啊，野心蛮大的。组长好，组长好。哎，组长，组长，没听说过一句话吗？是金子，总会发光的。嗯，就是金子，也得把心思用在正地方，要不然就是沙子。组长，组长，走走走。李建华，你呀，是眼里只能容得下沙子，只能看得见沙子。嗯，崔芳。我觉得我们以前的事儿该放下就得放下来。有句话叫“小人记仇，君子长志”。我希望我们都能做长志的君子，认真工作，要不然也对不起这个职务。你说呢？夹缝当中求生存，我用我顽强的生命力打倒你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啊，同志，是你们厂长啊，让我每天熬点绿豆汤给大家送过来，给职工们解解暑。那行，那你等着。好，谢谢啊。一会儿你也过来喝两碗。可以，可以。来呀，大家出来喝绿豆汤啊！师傅们，大家出来喝绿豆汤，来。哎，哥，
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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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钱，你们辛苦了啊，辛苦了。一肚摊子。辛苦了。以后啊，这就是福利厂里的，知道吗？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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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排队排队，排队排队，别着急啊，都有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都有份儿，都有份儿。过来过来，排队排好了，排好了。你们都辛苦了啊，天这么热。把队排好了，不许加声。好的好的好的。一直说白杨是捡来的，其实他是夏小红的孩子。夏小红临死前把孩子托付给我，我答应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把白杨抚养成人。现在我正在履行我的诺言，我也一直在寻找孩子的父亲，看来希望渺茫。如果最终找不到，我准备接受这个孩子。你能接受他吗？如果你不能接受白杨，我同意和你分手。我不想耽误你美好的未来。苏荷他来找过我，他很爱你，他可以给你幸福，真心的祝福。起那么早啊？我不是得给厂里送绿豆汤吗？我得把绿豆先泡出来。啊，你还没吃早饭呢，我就给你下面，马上就好啊。哎，好嘞。嗯。哎，妈，洋洋呢？还没起来呢，还在睡着呢。哦。哎呀，哎呦，这孩子怎么把被腿给踢了？妈，妈，哎，你来一下，来一下。怎么了？感觉这洋洋身上这么热呢，是不是发烧了？我来看看。洋洋来。哎呦，好烫！来来来，快给他穿衣服，都怪我，得去医院。都怪我昨天起得早，没把被给他盖好。是吧？来，洋洋，抱歉。来，快，难受是不是？穿上，来来，穿衣服。啊，好。哦，好。嗯，听话啊，洋洋乖啊。没关系啊，哎，妈拿一件我的衣服给他披上。来，啊，行，哎，得包一个，外边。哎呦，快快快，行，走走，快。乱弹琴，你干得好好的，上面还有首长关照，干嘛要离开？真不知道你怎么想。石英，你给我听好了，
不把服役期干满，休想退伍。这是军队，不是农场。是。发烧了，对，我看烧的厉害，赶紧上车。哎，好，走了啊。好。这次犯错误，我深刻反省了一下。我是一名现役军人。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，服从国家的需要，服从部队的安排。我却只想着个人的感情，辜负了首长和战友的期望。我一定好好反思，深刻认识，振作起来，投入新的训练。你在这当护士啊？对啊。孩子怎么了？孩子发烧了，我们来给他打针。给我看一下。来，青霉素。白哥，你跟我来，先给孩子做个皮试。啊。建华，你去交一下费用。哦，好。然后去拿药啊。好。来。哎，这还是农场捡的小孩呢。是。走。嘿，走。哎，行行行。嗯。哎，你的那个苏护士啊，又来看你了。啊！哎，你跟他说啊，就说我不在，我去伙房躲一躲。小李子，石英吗？哦，一早就没见到他。你别骗我，你跟我说实话。我真不知道。你不说是吧？行。你不说的话，我去找你们连长去。报告，他在伙房。这就对了。出外勤去了，出外勤去了啊！哦，好吧，那我再找找。行，谢了啊。老何，走了吧。石英啊，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啊。我也没办法，谢了老何。老何，你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？啊？哎，老哥，打了？打完了。啊，来，坐。天华，白哥，回去再观察一下，孩子有什么问题直接过来找我。好，好。行，谢谢啊，丽丽。别客气。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，回头咱们再联系。好，回见。好，再见，回见。哎，谢谢啊，丽丽。谢谢，别客气。等等。啊，阿哥，嗯，你说现在这种情况，你这回去还得照顾你妈妈，这孩子病了你还得照顾孩子，我怕你现在应付不来啊。干脆，今天我把孩子抱回去得了。啊？你跟马爱萍说了孩子的事了？这说倒是还没说，反正也趁今天这个机会，我把孩子往回去抱，把这事儿也跟他一叨了。正好，那哪行啊！你就这么突然，这么一大活人，放在王爱萍面前，她能受得了啊？再说了，就她那个性，发起脾气来，你能兜得住吗？
嘿，白哥，什么叫我能兜住吗？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我什么兜不住的？你还瞧不起我了？你就吹牛吧你！哎呀，不行，这个总不是个办法。这样，不管怎么着，你也得尊重爱萍，给她一个接受的过程。你尽快找个时间把孩子的事跟她说了，缓一缓，等她能够接受了，你再把孩子抱回去也不迟啊，是不是？我是怕这么下去，你受不了。嗨，我有什么受不了的？这么长时间都带了，不差这最后一哆嗦。老哥，还真是委屈你了。行了行了，别说这些了，洋洋给我。来，洋洋，洋洋。好吧，我先送你回家了啊。走吧。来，把包给我。你找个合适的机会跟妈咪把事说了。你说说什么说？哎，哎，好，来，抱。哎，哎，杨哥，你看见石英了吗？没有。一天都没看见吗？一天都没有看见。那奇了怪了。小心点啊！哟，苏护士，还没找着石英呢？没有啊，找了他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。他肯定在阅览室，他呀就是个书呆子，你赶紧去看看。阅览室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哦，阅览室啊。好，谢了啊。来，快点，快点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哎，石英，石英，石英，警报解除了啊！谢谢啊，老何。哎呀，谢啥呢？哎，石英，这你怎么老像躲胀气样的躲着苏护士呀？哎呀，老何，你不知道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哦，这样。石英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干嘛呢？躲我呢？没有啊，我帮老何干点活儿。是啊，这不是人手不够吗？石英，麻烦你跟我过来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石英，你为什么躲着我？我没有，我就是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告诉我实话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嫌弃我了，不想跟我来往了是吗？苏荷，你很优秀，我觉得我配不上你，不值得你追求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配得上我配不上我，这我来决定。我觉得你特别优秀，我就喜欢你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老家有人了。你老家有人，你现在在部队，在部队你只有我一个，只有我一个人喜欢你。行了，你别说了。这事儿啊，永远没可能。石英，thank you.
妈呢？领工资去了。来，喝点水。怎么了？头疼啊？刚才下班回来呀，碰着白鸽带着白羊去医院，白羊着凉了，发烧了，我跟你一块儿过去。你怎么这么心疼啊？病了就病了呗，白鸽不是自己照顾着吗？哎呀，白鸽还得照顾他妈妈呢。那你想干啥？去他家当护工？哎，还是我媳妇儿了解我，去他们家那就没必要了。我想着把白羊接到咱们家来照顾几天。李建华，你别得寸进尺啊！别人的孩子凭什么弄到咱家来啊？我不是想着帮白哥分担一点吗？你说白哥他们家那么困难，一直跟你说，学习雷锋好榜样，咱得有雷锋精神，是不是？他是你什么人？是你老婆还是你妻儿啊？用得着你分担吗？你看你这不是越说越没边儿了吗？是你没边儿，白羊跟咱没关系，不许弄过来。我要非给弄过来呢，后果你清楚。我呀，在街道给你谋了份差事。什么工作啊？就是在养老院做保洁，又脏又累的，你看行吗？哎呀，有什么不行的嘛？总比我在家闲着待着好啊。想想，我这个宝贝女儿在家里从来还没有伺候过我呢，现在就要去伺候别人，妈这心里啊，还真有点不甘心。今天啊，给您洗洗脚，让您享受享受，啊，来。妈妈刚才就是开玩笑的，你真当真了？我可不当真嘛，我都没伺候过我妈呢。我心里啊不舒服，来，妈，我给你洗洗脚。妈妈生到你这么乖的女儿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。来，妈，我给你洗洗脚。水热吗？好。白哥，往后啊，你就安心去上班吧。孩子交给我照顾。妈，我让你受累了。说啥客气话呀？谁让你是妈的女儿呢？不难过，看，又流眼泪，高兴才是。妈，以后让你带着洋洋啊。多受点累，
我心里都知道。没事儿，你放心吧，妈妈现在可喜欢他了。真舒服。谁呀？出去！你是谁呀？你好，我是新来的护理员，我叫百哥。护理员？你干过护理吗？我没做过。没做过？没做过，你来干什么？院长呢？去给我把院长找来。但是我以前当过医生。当过医生？啊，是的，是赤脚医生，我有四五年的医疗经验呢。看起来还算干净。记住啊，我这个人非常讲卫生，我可不允许一个脏兮兮的人来给我搞护理。好的，知道了，老人家。叫婆婆，是婆婆。把鞋子换了再进来。啊，白哥你好，最近还好吗？告诉你个消息，我的退伍申请被驳回了，只能等到三年服役期满才能回来和你结婚，你愿意等我吗？白哥。勺子啊，婆婆，您是不是自己又藏起来了？一把勺子，我至于把它藏起来吗？您昨天就把勺子藏起来了，说是怕别人碰你的东西。昨天是昨天，今天是今天啊！我在乎我自己的东西，我怎么了？我有错吗？你知道别人碰了它会沾染上病菌的，你知道吗？一平方厘米那有很多很多的细菌呢。好了好了，婆婆啊，您别着急，我给你找就是了啊。你帮我找，啊？你把我的勺子弄到哪儿去了？你还变成你帮我找了啊？哎，到底是你是我的护理，还是我是你的护理啊？啊？你找着了吗？我在找呢，婆婆。不要动我的枕头！你刚才翻了柜子，你洗手了没有啊？你知道那是会交叉感染的。您看看这是什么？啊？你看。您还是自己把勺子给藏起来了，又被我发现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哎呀，我真是老糊涂了，我。白哥呀，那在乎自己的东西，那有什么错呀？要是自己都不在乎自己了，别人谁在乎你？对。婆婆，您说的有道理啊。白哥，你妈来电话了，有急事儿找你。嗯，好。婆婆，我去接个电话啊。
哥啊，妈，你找我啥事儿啊？白杨不见了，你快回来吧。什么？白杨不见了？他去哪儿了？我本来想带他出去玩，可又忘了带水，我就一回身回屋拿水的功夫，他就不见了。好，妈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去啊。什么时候丢的？在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马上回家，你赶紧过来啊！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去，你别着急啊。大爷，那个我家孩子丢了，你帮我请个假啊，谢谢啊。妈，妈，哎，妈，孩子往哪边去了？搞不清楚，好像是这边，一会儿好像是那边。没事，先别着急，咱们这又不是很大，咱们分头找一找啊。啊，好，你等我啊。我和你一起去。啊，建华，大哥，怎么样？杨儿找没有？没有，咱们分头找一找吧。你去那边，我跟我妈去那边找。好，好，好，走。凤凰，别着急啊。妈，咱们去那边看看。好，好。白杨，杨杨，白杨，白杨。杨洋，我想问一下，看没看到一个这么高的小男孩，大概三岁？没看到啊，没看到。谢谢。白杨，杨洋，白杨，杨洋，杨洋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看没看到一个三岁小男孩，大概这么高？啊，没见过，没见过。白杨，白杨，谢谢啊。白杨，白杨，杨洋，去哪儿了？哎呀，他们跑哪儿呢？杨洋。杨洋，你干嘛？认错人了。